哎，拿着100块钱红包换你这娃娃行不行？这可能买好几个娃娃呢，换吗？嗯，那好，好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哎，那这么着吧，我老爷觉得亏了，郭宇航，你站起来，现在站起来。老爷一琢磨，嗯，你把红包还给老爷，老爷把这娃娃给你，来，行吗？你把红包给我吧，我把娃娃给你，行不行？给把红包给老婆，娃娃给你，行吗？啊，不行啊，知道能买好几个娃娃是吧？这就不给了。老爷拿这钱给你买娃娃去，娃娃跟红包老爷都给你，握手，同意吗？啊，同意，同意，同意啊。他跟金子好，那天就来了，这吃上了鱼竿。真是小鱼竿。这孩子在河边长大的，会打鱼吗？还抓点鱼去。你还逮了一甲鱼，走，我拿过来了。今天咱们给他吃点饭啊。金子，你别跟人抢了，你回家要多少有多少啊。在家不吃，在那跟人抢着吃。你回家还有呢，知道吗？他吃完这顿，他明天还不知道怎么着呢啊！听见没有？让他吃饱了啊！来，再给一块点心。好吃吗？金子，人家饿了，你小子吃饱撑的刨地方是吧？还不能破坏河堤，防洪抗洪。行了，金子，哎，跪下了，跪完了啊！明天还为你在那等着我，听见没有？明天我在那等着你啊！啊，走了，拜拜。金子，咱走喽。哟，你找我们来啦？那不行，他追我爸。爸，他找你。啊，在这等着咱呢。我走了啊，明天我给你拿水来，明天在这等着我，听见没有？走喽，拜拜。喂，看啊，这个表到这儿了，咱们才出去玩去呢。什么什么汤圆啊、小四啊，这都下班了。现在到这点人还没下班呢，知道吗？你不能太急，知道吧？你得明白，那么早出去的窗外呢？那么多大汽车，啊，呜过去呢，呜过去呢，老来还得叫金子回来，金子回来，是不是还给撞了？哼。是不是？哎，来来来，看这表。老年人养狗是真的把他们当孩子。大孙孙，谁老爷好孙孙啊？啊，你是？谁老爷啊？你是啊？哎呦，我仙人球倒了！哎呦，金子，把他弄倒了，没扎着吧？老爷看看，来看看。嗯。没事没事。哎哎哎哎，老爷怎么了？金子，老爷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你看，以后改不改？跟老了说改不改？跟老了说改不改？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啊！穿衣，这不是狗绳吗？爸，哎呦，我们这就是衣服，我们这就是衣服，知道吗？而且还是皮衣，是不是真皮的？对不对？爸，你就惯着他吧。那没办法，这玩意儿养着就是养着就是当孩子养，是不是？金子，过来，上老爷这儿来。老年人养的狗狗跟年轻人养的狗狗在作息上有什么区别呢？老爷跟金子每天6点多起床，9点多睡觉，我跟银子每天12点多起床，夜里2点多才睡觉，所以导致每天老爷带着金子遛弯到我们家门口，金子想找银子玩，老爷都会说别去了，弟弟还没起呢，明儿咱再来玩吧。啊，同样每天晚上我带着银子遛弯到姥爷家门口，我也都会说那姥爷家都黑灯了，哥睡了，明天再找哥哥玩吧。然而随着金子银子最近的接触越来越多，我发现他俩慢慢被彼此同化了。以前银子啊从来没有这么早睡过觉，也从来没有早上7点就爬到我的脑袋上。7点你怎么起那么早呀？也好，我的作息也是该改改，但是起太早了也实在不知道该干啥，就只能起都起了，不如约着金子来个晨六吧。爸，咱约着出去玩会儿去。行啊，10分钟以后我铺上去。好嘞。来，你别着急啊，银子，我先放点衣服，化个淡妆，马上就走啊。哎，爸爸都出门了，你还化什么妆啊？别耽误时间。哎，我俩分钟就搞定，咱们直接用这个花西子的营养气垫就够了。这块的痘印儿啊，嗯，看一下就遮住了，一下全脸就上完妆了，又快又方便，上妆的妆也特别服帖。光泽感，而且持妆很久，一天下来完全没问题，非常受
啊？别叫！你怎么出来了叫的？着急到了。Later。不要搞了好吧？今天起得那么早啊？银子先让金子带的，早上七点就起了。现在金子让银子带的都会熬夜了。啊，金子熬夜了。这两天我发现金子一到十点就精神，闹觉，知道吗？玩球，楼上楼下溜达。我说金子，你怎么不睡觉啊？他也一脸疑惑，知道吗？但是我得睡啊，他又没得干，他就坐你边上盯着你，故意出声咬玩具，他也不让你睡啊。然后我看他闹到两三点吧，困了，第二天不起啊，困呀、啊。我就叫他，带他起到遛弯去。你现在这作息跟银子一模一样，你还是以后少回你妈妈家吧。啊，你要这么折腾，老爷这岁数可受不了，小眼睛又转下去。当你回房间睡觉，忘了叫上狗狗一起。这时爸爸在逗他，他也不理。啊！这怎么回事儿？这躺着没完了，天天我不能躺着，一躺着就舔我头发，还给我舔毛。你看这老爷怎么睡觉啊？这老爷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这真害怕呀、啊！你这干嘛呢？别舔了！哎呦，老爷这有什么呀？啊、坐着也舔啊？真拿老爷当你同类了。好，这家伙这以后没法待着了，我明儿把头剃了。妞妞，你是不是缺盐了？老爷头那么香啊。哎呀，我晚上都不用洗头了吧？没法弄了，没法弄。我得洗头去一会儿。我现在啊正看这个伤秋虐狗事件呢。这孩子啊是又给狗搁洗衣机里洗澡，又拿开水烫，你还给它拔牙啊！这整个就是一混蛋。你说你是医生啊？你拿狗做实验，你看看那水里头让那狗钻的，你还是研究洗衣机的，是不是？你说你不好好学习，你一学生，你学生你就好好学习，你别干这个乱七八糟的。对，你要没有这能力，你就别养，你别拿它开玩笑。做实验那是医生的事，开学以后。我看别上商丘学院了，直接他妈送工农学校。我呢，你养着养着，你就是有心了。原先我也不喜欢养狗，但是呢，没想到养了这大金子呢，他通人性，你跟他说什么，他懂。你说你刚一滑倒了，你咳嗽一声，他马上就扑过来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让你特别感动。哎，握握手。哎呦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行了，行了。是咱们的好朋友，是咱们的家人。我刚一说，哼唧哼唧一声，大金子砰就跑过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金子。你说他通不通人性？你说他通不通人性？对不对？所以要善待动物，知道吗？他不知道你怎么着，他马上就来救你，是吧？行了，行了。下去吧，你快成医生了，你比商丘的大学生都强。
大家总问金子和银子为什么不在一起养，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为什么。银子是在金子一岁的时候来到家的，那时候银子小不懂事儿，各种作，踩到金子身上，抢金子的玩具。金子一直就是老实巴交的性格，什么什么都让着银子，每天一睁眼就是愁眉苦脸，看见银子就来气。姥爷看了特别心疼，就总把金子接回他家。金子在姥爷家过着独宠的生活，慢慢就不愿意回我这儿了，一听到要回妈妈家就是这个表情。就这样，银子也长大了，金子终于可以报小时候的仇了，总得找出点事儿来打弟弟。银子知道这是从小带他的哥哥，所以从来不还嘴，每次挂着彩儿回来也都挺郁闷，但依然会把自己的玩具主动让给哥哥，依然会在哥哥有危险的时候冲上去保护哥哥，就像哥哥曾经也努力地保护着他一样。兄弟俩虽然在家内斗，出门也是一致对外的团结。说个题外话啊，金子原来跟我的时候颜值也是在线过的，不能说有多帅吧，但最起码也是个精神小伙，跟了姥爷以后开启了傻吃闷睡不学无术的狗生。不过颜值不够搞笑来凑，我们宝凭着丰富的表情成功的成为了海王狗。所以金子和银子为什么不在一起养，你们明白了吗？正视自己的问题，坐着。这汤你也喝了啊？这饮料你喝了？这披萨还剩半张呢，没了。这不鸡翅吗？这不是榴莲干，溜溜梅你也吃？你没事儿吧你？这糊啊，这是啊？还知道土糊啊？你还知道土糊？那还不错啊。说这谁弄的？吃多少？吃了多少一共？起来。我觉得你别跑，惯坏了。别跑，你过来。你找我也没有用。不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你给我下来！这蛋黄派也是你吃的吧？这你吃了没？不用说，你不用问。他这个表情你告诉你就是他吃的，你看。你在大家眼里的形象是不是乖巧的、勤奋的、胆小可爱的？今天带你们看看金子有多少副面孔。现在是中午12点，金子还在赖床，姥爷等着金子吃饭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好不容易给叫起来了。金子嫌饭不好吃，开启了矫情模式，姥爷只好带着他出去溜溜，回来再吃饭。这一出去也得一小时，因为他有着丰富的社交需求。第一站是去找邻居家的萨摩，他正在等着萨摩出来，然后冲人家示威。隔壁家的金毛也得去看看人家在干嘛，随时准备吼一架。还有经常跟他对骂的另一只金毛，每天也在等着金子的到来。还有几百米外的拉布拉多，金子也得过去骂过人家才肯罢休。老爷呢，只好每天帮金子劝架，然后拽着这80多斤的大宝贝儿回家。金子这劲儿真大，没个好身体真溜不动。骂爽了的金子，骄傲地回到家里开始吃饭，然后悠闲的像个大爷一样再睡个午觉。金子现在睡觉了，我去泡了杯姑娘牛奶，汤臣倍健，双蛋白粉，说是动植物双蛋白，跟我吃饭吃肉吃菜是一个意思，营养更好使。我这把年纪就得好好的整点好蛋白质补，免疫力好了，身体毛病就少点。现在是下午4点半。金子还在睡，在我的强烈叫醒中，金子不情不愿的起来了。我买好多娃娃给这孩子，我拿娃娃去啊。嗯，我没骗你吧？谢谢妈妈，再见。啊，要这个，这个也要，这个你抱着。later， 甩头甩晕了吧？眼睛前面有星星吗？啊，嗯，这快给姥爷吧，抢红包都来了，快点，一会儿把那红包抢走，姥爷把这给你，姥爷帮你把这收起来，要不一会儿把钱给你抢走了，行吗？气得孩子给我了，是不是？看看我们这嘴。我可不去，
你自己跟他们去，行吗？哪里去不去？哪哪里去吗？你想想，我去不去？我还不去，叫你去，行不行？你一个人能去吗？跟银子，嗯？真好吃。瞧这孩子，你还不愿意是吧？有点不高兴了。今天是王子的一岁生日，此时他还在呼呼大睡，他并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在精心的为他准备生日礼物。王子平日里跟爸爸关系最好，因为爸爸是个不太擅长表达的内向人，王子的性格也是内向的社恐小狗，所以他们相处起来总会有共鸣。妈妈和银子是外向的性格，妈妈哈哈大笑的时候，银子总会在一旁欢呼雀跃，而爸爸和王子就显得不太合群的样子。内向的爸爸为王子精心挑选了一块院子里最好看的鹅卵石作为礼物，这样他就不用总惦记他哥哥的石头了。而妈妈的性格注定做事喜欢简单明了，直接买了个大蛋糕，所以哪个礼物会更受王子的青睐呢？王子，醒醒，哎，爸爸给你个好东西，喜欢吗？王子，王子，我过生日去了。唯一爱我的狗也离开了我，我好冷啊！Where's my summer ride?给大家看看金子小时候。是想念如你温柔过境，才发现原来花开都有声音，只要你在我生命途径，再不怕时光匆匆如旅，是幸福在我耳边低语，才忘了寒风不曾停下足迹，直到我走遍半生四季，才懂得风景都不经意。我爱你就狂风作，我千万里从不问归期，像太阳升了抹去无论朝夕。我爱你就像云飘了千万里都不曾歇息，像大雪肆虐大地茫茫无际。我爱你就像飞蛾扑火那样的无所畏惧，像故事黄花堆积风吹不去。
我爱你就像香水，我自的自尊心陪小朋友玩会，突然有个爷爷说，你小女儿吧，把咱们这么夸张。嗯、啊，小女孩，小女孩，真漂亮，真漂亮。说你真漂亮，金子。我走了。去了啊，拜拜。人家刚才夸你小姑娘，你别生气，人家就是说你漂亮，知道吗？这位小粉鞋跟你折腾的，整得跟小姑娘似的。拿我们孩子当傻子是吧？再也不当小女孩了。别咬了，别咬了，疼！去。别咬吧！哎，他还手了吗？溜了溜了，妈妈救我！别逗他了啊，他这一跑就掉一地毛。那咬我，你看不见。不是您的错，你瞧给孩子吓的。没事没事啊。你就护着他吧，咬我你不管，地你得走吧，弄一地毛，又要扫又要拖的，我得给你留钱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有他呢。你好，萤石。好了。开始清洁，知道了。四千帕超大吸力，先干扫后湿拖，拖布全程自动装卸，不用自己动手。像我这种大长头发，掉的头发和银子的毛缠在一起，是特别难清理干净的。萤石扫地机内置13组刀片，可以自动刮除滚刷上难缠的毛发。它还拥有500万高清摄像头，能智能记录银子的可爱瞬间，不在家的时候也能看看银子在干嘛。快来快来。你来，你非要征服我干嘛？这是干嘛？记住，这是你真干的好事。一会儿你妈就回来。我就告诉他这是你弄的，我看他怎么说你，叫你平时不跟我好。银子你等着啊，你妈还有十分钟就到家。听，妈妈回来了。我回来啦、啊。这什么啊这是？你弄的？你怎么不看住了他呀？就出去这么一会儿。我要弹琴呢，我哪知道。怎么回事这是？嗯，你怎么那么淘气啊？瞧瞧。别生气了，咱们先让小精灵打扫一下，然后再教育银子。行了。这个云鲸 J3 扫拖机器人不仅自动上下水，还有5种清洁模式，一按精灵托管，自动识别脏污程度，对较脏的地方进行覆拖，直到干净为止。设置先扫后拖深度清洁模块，自动收起，避免对已清洁区域造成二次污染。还有沿边扭屁股，可爱的扭着屁股清洁墙角垃圾。怎么样，云鲸？怎么老想跟要说什么似的呀？那西瓜是你弄的吗？刚才那西瓜是谁弄的？是不是你弄的？是银子弄的，银子弄的、啊。是不是你弄的？实话告诉我。就是欺负他不会说话，我对我们银子这点还是有自信的。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干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他陷害你，银子，我已经破案了，揍他。朋友们，你们都阳了吗？都还好吗？我终于转阴了啊！这几天我们家这三位累得都够呛，老公负责忙前忙后给我送水送饭，但是为了不传染他，晚上睡觉得分屋，银子就负责全天候的陪伴我，寸步不离陪我卧床了好几天，大暖男不是白叫的。小王子更忙，可能是太小了还什么都不懂，天天吵吵着要抱抱，哼哼唧唧撒娇，一会儿咬床单被罩，一会儿下床乱拉乱尿。我是没体力管他，银子是没心情管他。银子陪我躺了好几天，腿都软了，今天我好多了，陪他们玩会儿再收拾收拾家里，好点吧。好多了。我、哦、这几天没下楼，家里都这么乱了。你弄的还是王子弄的？那肯定是银子弄的。银子都没下过楼啊，王子那就是王子。你别带他们出去啊，你刚好别冻着。行。你也好啊，给你房间消消毒吧。那我换个床单被罩吧，天天在上面躺着，床单被罩全是毛。我们洗衣服啦，这个海尔的冰华洗洗衣机既能消毒除菌，还有除毛洗功能。自从养了狗，衣服和床单上老有狗毛，用这个洗出来的衣服床单就特别干净。最神奇的是它是这样喷着进水的，喷出来的水里就洗衣液了，39分钟就能洗净，省水高效。哦对了，现在海尔冰华洗衣机有个浓缩我的精华时刻抖音挑战赛，参与上传2人的回忆还有机会赢大奖。哎老婆，
你说银子他看什么呢？小熊是吧？一个礼拜之前我没生病，银子放院里边的，一礼拜没出门玩了，我们快去拿小熊去吧，我也都忘了。嗯，洗洗去行吗？那都脏成这样了，不能玩了啊！还有你那小窝窝，你今天跟妈妈在边上趴着，脏了啊！那我给你洗洗去，好不好？啊，走。啊好，就洗一下，一会儿就好。看着啊，老爷给你写一虎字，虎年了啊，给我们大金子写个虎字好不好？嗯，看着啊，金子看老爷写字。好，这是虎字知道吗？这是中国的草书，大老虎的虎。大老虎来喽，咚！再写一虎吧。看看，老爷写这好看不好看？虎字给大金子写的，行不行啊？哎，送给大金子吧。福到了，这就是福字到了啊！老爷给你弄一个福字，搁在后背上。来，拖着胡子找妈妈。我给你写一个金虎，怎么样？金虎，看看啊，这就是你啊，大金虎，听见没有？我们就叫大金虎，金虎。正好老爷也属虎，你是老爷身边的小老虎，行不行？金虎了啊！大金虎，你说我们到虎年了，祝大家我的粉丝生龙活虎，虎年吉祥，跟大家招个手。这是你的小老虎，看看老爷给写的。公主银假装被打。拿我去。我的感情却又忘记，居然总有你而不会我发现爱情，有一种踏实是你心中有我名字。风经过的地方有太多遗憾的理由，落日与晚风深情的相拥。今天又是考验你跟爸爸亲不亲的一天，咱们今天做个小实验，玩捉迷藏好不好？那我带你出去玩去。走，出发。你对自己有信心吗？没有。等会儿东西都带了吗？孩子带上球，带上水，水，尤其是水，别忘了。差点忘了，这我得带着补妆用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 YSL 的黑皮革气垫，我在得物上买的，一把的出门带着特方便。是挺好看的，但是不禁用吧？没事儿，这个雅诗兰黛的 DW 也是我在得物上买的。这个气垫用完了，可以直接把 DW 倒进去，一两百，满满一大瓶，真的超级划算。同款和优惠放评论区置顶链接了，大家快去看看吧。下雨吧，啊，对银子施展一下我的殷勤。哎，远远的。啊，捂着眼睛。远远的啊。好，我去了啊。啊，快跑。还闻味儿呢。嘿嘿，你找着啦，跟着你呢，跟着呢，啊，跟着你呢，换你了。你还用捂着他眼睛吗？好了，你去了。好呗，跟没事人似的，捉迷藏呢，你倒是找我呀，救命啊，银子！哎，我就是掉井盖给你也不管。哎，我很生气，为什么不找我？
不够解气。啊！我真的很失望。谁跟那谁在一起了？嗯，跟那谁？啊？他俩在一块儿了。对呀，就上回那人。哎，就上回那个。哦，想起来，想起来，他跟你说的是吗？对呀、啊。我怕我记不得。太离谱了，这事儿真太离谱了。这家银子拿什么过来？吃吃吃吃吃吃！你不用给我打开，我自己会打，我自己会打。明天大不了你妹，今天我爷爷吵架，我得先跟你说了。回来啦！啊，你还挺高兴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。那过来跟你爷拍张照，来来来，快！眼睛是不是可以再大点？腮红也没提，还加这个美妆，可以。睫毛怎么？口红可以在里面再使用。这眼睛怎么这么重啊？闭上闭上，把脸拿上。谢谢。嗯。